先开了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露露米。好，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indy。好，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妍。小妍，很多场是不是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这么不知羞耻绑了一根这个？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就是青春洋溢，而且呢，非常非常的有活力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非常的感谢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那待会呢，我们也会呢，请大家来跟他们来互动哦。不过呢，我们先来给大家一下有奖征答啦，好不好？大家还记得自己的题目吗？记得。乖，主持人的功用就是这样。这时候派上用场了，来，我们呢，待会要送大家的呢，就是来，你可以展示一下漫威的。你们确定要四位都讲一样吗？蓝听的衣服真的很好看，对不对？掌声来一下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明天加油！蓝听的，我这样子啊？这是什么美少女？对。对。好，那下一个。很开心来到蓝听当一日店长，然后谢谢大家来这边玩，谢谢，支持起来哦，没错。谢谢蓝Pink来邀请我们猫山三自己当一日店长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要给我们的蓝Pink的那个总监，也是我们的老板，先来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真的是谢谢他，谢谢老板。我不敢害羞，谢谢大家，那也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呢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会议当中来挑选你喜欢的款式，喜欢的。